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明镜电视中国研究院的节目啊。大家一看这个画面不对头啊，怎么别人都穿的那么的正式，你穿的那么的这个简陋啊？原因很简单，我是打工的吧，我是跟这个各位嘉宾、各位学者、专家提鞋子的，哈哈。另外一个就是呢，我们做节目啊，要截取一些精彩的片段，要整理这个文稿。所以我在做节目的期间，有时候我们的导播一下子照着我的镜头，哎，在低头看手机。有人说你怎么这么不尊重郑曙光先生呢？你不能因为你们是哥们就不尊重了。其实不是的，我是在做笔记啊。你们看看新闻联播吧，习近平在上面讲话，对不对？下面还是有很多同志在做笔记，我就在那个下面做笔记的人啊，做两点这个解释。那之所以我今天穿的这么简单，原因很简单。我是在节省能源，当然也是节省钱啊！不开空调，穿西装确实受不了啊！加上我也没几套西装啊。那么今天的节目不准笑不准笑，欢迎李恒清先生回来啊！你回来我特别高兴，因为我今天一做节目，别人就问：“哎，你谈这个观点怎么跟李恒清和陈小龙不是不一样啊？”我说：“人家是专家，我就是脑门一拍。”你们不要听我的，听李恒清先生的。你看，听了就听李先生的。李先生你好，你好，何总好，卢奈先生好，旭光好。那么你怎么几个星期不见了？啊，没有，我上个星期呢，去这个滨州那个山里头去露营去了。这个在家里待了3个多月，这个全家人都觉得太憋屈了，所以说到山里头去隔离，所以在那住了3天。山里面是森林里面吗？对啊，在森林里头，我们住的那个森林呢，就是号称是滨州的大峡谷，在叫做 Cloud Point 那个 mountain 里头，所以还挺有意思的。我们的就是边上有一个帐篷，他们的那个就是那个 camper，他呢后来告诉我们，他看到了3个熊，说我们那个后山啊，后山有一大片那个蓝莓。蓝莓正好这个季节正成熟了，然后呢，那个3个熊，一个大熊带着2个小熊跑到那儿去吃蓝莓，然后被他们撞到了，我们没看见。那个山上不但有熊，而且有牛，不但有牛，而且有猪，而且呢是可以打的，那是我青少年站到的地方，哎，不能说少年吧，青年时代我站到的地方，二三十年以前，那么那个地方还可以漂流，对吧？对，很那美。么在山里面有时候也有问题，有时候会非常闷呐，非常闷，有时候又非常清凉，完全靠气候决定。因为森林有时候会把风给拦住，所以看看你的帐篷在什么地方对，比啊？较哎呀，难受听。是我们没有电，在那儿没有电，所以手机呢，到那儿以后呢，手机就没法用了，也没有信号，就关掉了。对，所以比较难难怪我受。发消息给你，你也没跟我回啊，那你哈哈哈！真就回来了啊？那你在是。香港过去一个星期发生的这个变化呀，你有什么感觉啊？再开始说啊。这个一实施，黄之锋李志英就被抓起来，结果到了现在，至少到我们节目录制的时候还没被抓，对吧？是。那您觉得这个国安法，你现在想一想啊，港内港外，我们不能说国内国外啊，就香港本地和香港西方社会，对这个国安法实施了1个多星期，你的印象最深的有哪几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回来以后就看这个新闻联播嘛，印象最深的就是新闻联播上头这个每天连着，我都看了几天了，连着每天呢都好多的外国人或者是香港人出来说这个国安法是个好东西。对这个恢复香港秩序特别重要。然后你看，有了国安法了以后，香港秩序恢复了。现在呢，这个上街抗议的人没有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外国人呢都说的统一的话，说这个国安法呢是香港呢是中国的内部的事情，这个外国人无权干涉。这个事儿呢是最重要的。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触吧。另外呢，
翻了翻，我看了看这几天呢，香港呢应该说相对平静，相对平静。原来呢，这个7月1号，大家原来呢就是感觉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行动，后来7月1号呢就是抓了几百人，民众上街了，抓了两三百人，然后呢就基本上就平静了。那看这个星期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的基本的判断应该说这个星期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可能现在我的感觉啊，现在呢香港这个正好是在一个过渡的时期。因为现在呢这些香港的年轻人也好，这个反送中的这些人呢，或者是应该说是多数的香港市民，现在还看不准到底这个国安法最后呢新版国安法会形成一个什么样子，这个打压的力度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所以呢现在还吃不准。但是呢同时呢最近呢，因为七月份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立法会的这个提名，所以呢现在很有可能现在呢是在这个立法会上呢要一决雌雄。所以目前来说呢这个香港的民主派呢最近呢也在排兵布阵，在做这方面的准备。所以我看现在大家都在研判说下一步可能的这种斗争的策略啊会是什么样的调整。你像这个黄之锋这个退出了这个学联，然后呢退出了以后呢这个各个组织呢都在解散。但是呢同时他也非常明确地表示他要用个人的这种方式继续抗争下去。你像黎智英也是一样的，这些人呢都还是应该说非常坚定地选择了为了香港的未来，为了香港的后续的这个子孙，然后呢再继续抗争到底。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其实我还是非常有信心对香港呢最终会得到这个应该得到的这个最基本的权利，香港人民的权利，应该是有信心的。那你在国际社会的对香港的这个支援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比较澳大利亚给香港到了澳大利亚人5年啊，对啊，英国给这个300万人有资格申请这个 BNO 的这个人呐、啊、给他们啊绿卡。加拿大也说了，如果你年龄是一个年轻人，你到加拿大也可以留下来。好像只有你们的国家好像没有下决定，是吧？美国？应该是现在呢，已经非常非常清晰的，西方主要的这几个大国呢，都非常明确的传达了一个 signal， 那就是香港这个你要愿意出来，香港市民呢，我们都帮，包括台湾也提出了类似的这个避难的法案。所以这个日本呢，像这个国际社会包括 G7 这个外长呢也发了联合的声明，现在呢对中国的这个背信弃义啊，这个在23年实行这个一国两制之后就马上背信弃义，收回当年的承诺，都表示了非常大的这种叫做这个不理解也好，还是这个反感的这种情绪。然后甚至日本呢还发生了以后呢，日本自民党要求这个政府呢撤销习近平访日的这个要求，然后呢还被那个中国的这个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斥责，说这是干涉内政，干涉内政。后来最后我看网友的提议也是说觉得很有意思，说人家不想邀请你也是干涉你家内政吗？所以我现在看呢，应该说西方的民主国家除了现在应该说除了这个德国态度相对暧昧，法国呢这个相对暧昧，这个其他的西方的大国呢基本上都表态了，对于这个香港这个新港版这个国安法呢都表态了，都对香港呢持强烈的支持态度。所以在未来呢，我想现在应该说这个中国政府中央政府呢现在就是要死扛了，因为现在这是习主席亲自定的方向，那肯定要死扛。而且现在这个昨天嘛，蓬佩奥已经宣布了对包括陈全国在内的4个中共的高官的制裁，这个我想这是第一步。这个应该说香港的香港人权法案很快呢，应该说这个后续的制裁的名单应该很快会出来，
所以呢，我的感觉呢，这个应该说后续应该是越来越紧，这个不能叫紧箍咒吧，但是这个拧螺丝一样是越来越紧，对中国的这个闲置，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看法。嗯，